原标题：邓艾兵临成都，手上仅有数千兵马，为何刘禅却立马投降？公元263年，邓艾兵临成都城下，刘禅率领太子、诸王、群臣60多人绑住自己，抬棺至军营拜见，蜀汉正式投降。魏蜀吴三国争霸半个多世纪，最终蜀国第一个倒下。然而这里却有一个难以置信之处，邓艾偷袭阴平，只有区区数千人，越过700无人区，此后还与诸葛瞻打了一场恶仗，手下兵马并不多。而成都强高城坚，人口众多，且蜀汉的主力部队还没有遭到毁灭性打击，大部分国土都还没有丢失，为何刘禅却立马投降？景元四年263年8月，司马昭决定灭蜀，魏军兵分三路伐蜀，钟会率军10万欲乘虚取汉中，然后直趋成都。诸葛绪率军3万进攻5都，金甘肃城县西北，以切断江为退路。邓艾率军3万由敌到金甘肃临洮进军，以牵制蜀大将军姜维驻守达中金甘肃州取西北的主力。最终经过一番争夺之后，蜀国汉中失守，姜维在榻中战败，退守剑阁。钟会和诸葛绪合兵一处，被姜维阻于剑阁。剑阁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称，姜维凭险据守，钟会久攻剑阁不下，无计可施。当时魏军因军粮不济，钟会准备退兵。面对战略僵持的局面，邓艾认为可以通过偷袭阴平破局，如今贼寇大受挫折，应乘胜追击，从阴平沿小路派金汉的部队直接攻击敌人的心脏。姜维虽死守剑阁，但在这种情形下，他一定得引兵救援福县。此时钟会正好乘虚而入，如果姜维死守剑阁而不救福县，那么福县兵力极少。兵法说道：攻其不备，出其不意，今进攻其空虚之地，一定能打败敌人。说到底，邓艾并未想到灭蜀，而是认为这样可以破局。展开全文，那么邓艾到底派了多少兵马偷袭阴平？史书没有提及，但却可以根据史书记载推测出来。所谓阴平小道，就是从陇上到四川腹地的歧路，实际严格上讲，三国时这确实不是条路，只是从理论上可以到达成都的境。邓艾自己也说这是条邪径，根据三国志记载，冬十月，艾自阴平到向无人之地700余里，凿山通道，造作桥阁，山高谷深，峙垒艰险，又粮运将溃，皮无未带，艾以毡自裹，推转而下，将士皆攀木悬崖，鱼贯而进。这段描述可知邓艾绝对无法尽派手下3万大军，估计只有数千人，至多1万人，因为这条700里的山路实在不好走，经常凿山通道，造作桥阁，更关键的是粮草不济。除了山高路险之外，还有一个关键，就是这是一场冒险的偷袭战。既然是冒险偷袭，不可能用太多人，最多几千精锐而已。既然邓艾只有数千精锐，为何邓艾击败诸葛瞻，兵临成都城下之后，刘禅立马投降呢？要知道，成都是蜀国政治中心，强高城坚是必须的，粮草充足也是必须的，人口众多是肯定的。一，突如其来的打击。战前，刘禅宠信的宦官黄浩、詹普认为魏军不会打过来，但突然之间魏军兵临城下，以为姜维10万大军尽丧，蜀国彻底败了，由此心胆俱破。另外，诸葛瞻父子的战死极大的震撼了刘禅。三国志记载，诸葛瞻大败，临城死，时年37，众皆离散，艾长驱至成都。二，益州太主张投降，
蜀国建立之后，益州本地豪强派被严重压制。可以说，蜀国的存在不利于益州本地派发展。在刘备、诸葛亮等时代，益州本地派无可奈何，但到了蜀国后期，荆楚派、元老派凋零，益州派、谯州等慢慢起来了。面对邓艾兵临城下，自然不会维护蜀国利益，反而更欢迎魏军。三、蜀国内政的缺陷。蜀汉国力贫弱，却又连连北伐，包括姜维十一次北伐，资源从何而来？只能靠压榨百姓，比如刘备搞出的直白五铢，原来一枚五铢钱被规定至100枚五铢钱之内，简直就是抢钱。这导致蜀国百姓不仅怨声载道，而且厌战情绪高涨。四、朝廷与姜维矛盾。蜀汉后期，姜维与朝廷出现诸多矛盾，其中最大的是姜维一心北伐，而朝堂官员却希望休养生息。为此，姜维就将重兵调到汉中一带，蜀国内部出现空虚。因此，邓艾打来时，诸葛瞻只能带领5000余兵出战，失败之后，刘禅手下几无精兵，不得已之下投降。五、姜游失守的灾难。姜游今年出事的姜游县之后，进可取成都，退可加剑门。可以说，邓艾占领姜游，宣告邓艾的计划已经实现了一半。诸葛亮曾经说过，全蜀之防，当在阴平。姜游自然是重中之重。邓艾如何占领姜游的呢？原因很简单，姜游守将马邈投降了邓艾，拱手让出这一战略要地。对蜀国而言，姜游失守是一场灾难，不仅让成都直接暴露在魏军兵锋之下，也导致剑门不再固若金汤。或许还给蜀汉上下一个剑门已破的联想。最终，在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之下，蜀国上下上至君臣下至将校毫无战心，在益州本地派代表谯州的建议，献成都投降邓艾，蜀国灭亡。因此，邓艾的冒险成功，军事上只占一部分，更多的是蜀国自身问题。所谓再强的堡垒，也挡不住内部的瓦解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邓艾趁两军主力相持之际，率偏师出骑兵进行大纵深迂回穿插，绕过蜀军的正面防御，直捣蜀汉成都，创造了中国战争史上著名的奇袭战例。但如果姜游守将马邈据城死守，那么邓艾的这数千皮师将成为军事史上典型的反面教材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